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黑，欢迎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mun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OK， 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。OK， 今天比较特别，因为今天我有两位特别嘉宾，一个是 Edmund， 一个是薇薇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耶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只要你们数学够好，数学好吗？还 OK 的。A B C D 是英文，好不好？数学差是你，不是，我是问你考试 A B C D。哎呦，真的，没有骗人的。我数学真的是哪 A？ 他的脸像哪 A 吗？你耶？我啊。哎呀，你是 E 了啦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要看他这样啊，公公这样他是 D J 啊，只是现在没有做好啦，以前是 D J， 前 I F M 的 D J， 然后 M 呢就是一个什么？开始啦。如果有看到一部新春的那个谢青的话，什么名字我忘了，讲那种名字来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秀杰，我是全职的表演艺术工作者。那我除了演舞台剧之外，还有演电视、电影、广告，什么都演啦。哇，把古人直接玩完喽，我们把古人很厉害的。这样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直接来玩游戏。好，这个游戏就是数字游戏，很简单的，只要你会加就好。我们不要玩减乘除，我们玩加。好，然后最重点的就是输的话要给我打，还要吃这一个。给你打已经很。哎、欸，给我打罢了，我还请你们吃零食哎、欸，看看，极爽，还有零食可以吃。上人家的频道有零食吃，哪里找哦？哎、欸，你来我们频道，我们不是给奶茶喝。奶茶太甜了，不可以喝，会喝这样多对焦。今天我是没有玩游戏，我是主持人。好，我出题，你们两个抢答。好 ，OK， 输的人就吃。对，然后还要给一只香蕉打一下。哇，很爽哦！我今天不用玩游戏，不用给他虐待，不然我每次都给他死阿雅虐待。阿雅是那个红豆，大红豆，大红豆。把他，倒一点给你们看。咦，都是一些肥肥的虫。准备第一题，八加九加五等于23。22，对，吃。喂他，你喂他，我给你。Oh my god！ 来，我给你。最黑的这只，最黑的只烂掉了的。我觉得应该还好啦，我觉得泰国出的零好吃的，真的。眼睛盖住，眼睛盖一下，有蛋白质。脆脆的，你要想一下，脆脆。不要想象多脆脆啊，没有东西啊。等下，闭着眼睛吞下去，很像那虾条一样，你整条吃下去。啊，然后是不是很好吃？你要想象那个，很美味的感觉。OK 吧，应该还好吧。好啦，来下一题啊，准备，我们先走一档。哎、欸，你要答对啊，才有人吃。你再答错啊，又是你吃了。来，40+55+6=101。啊！吃，哇！你真的数学 A 嘞！你擦尿啦！你擦尿啦！擦尿！你擦尿！他真的数学 A 哦！你可以不要每次选这样黑的吗？黑的才好吃，够大。你要准备水吗？配水会比较舒服。你直接吞啊，应该是咸咸那种，里面空心。你给他自己吃就懂了。擦尿了！你的数学这样差，好想吃。是咯，很无聊哎，这个 game。可以脑转快一点吗？快多一点。来，准备啊！44+56+1=100。哇！你终于聪明了。好，来。你嘴巴靠近一点。爽哦，这个。咬着脆脆的声音出来。哎。很臭哎、欸，没有，真的很恶心，它有一个腥味，然后、就是、我们给他喝奶茶，给我们吃这种东西，哎、欸，好刺哦，这个我也就哦，它后面很臭，来，准备下一题，我们要玩多久啊？这10分钟你要这样子，很快的，你的 content 也太没有 content 了吧？Hello， 你在我的频道不断讲话，大家攻击他，OK 啊，准备啊，88+65+6=？放弃。是A面100、200。
比赢要慢，好不好？猜错是我赢啊！等一下，对，猜错了啊！对对对，159。啊！我觉得这个游戏有 bug， 你不用猜，你就可以赢了。累耶。嗯，我们再来赌一场就好了。最后一场了，准备77加98加一零等于78加什么？加多少了？不懂的话，两个都输啦！哎呦，你自己不记得啊？我记得，我记得，77。加98，185，我讲了，185，你猜，你猜，主持人去整个，我自己忘记了，你阿妈，我管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一人喂你一次，如果你们一人喂我一次，因为你，我们给你选，我们喂你一人一次，还是你要吃完整盘？比一下罢了，你加了吗？比一下罢了，他自己加了，比一下罢了吗？我老美，来就来，你闭着眼睛啊，然后你闭着眼睛，没有没有，放眼睛，一只罢了 ，OK， 好，睡睡啊，睡，我没有睡睡，奶茶，对对。你讲出那感受，先讲出你的感受。怎么这个过期了是吗？自己买的。2020年6月11号。自己买的。你的节目内容也太无意义了吧！我教你们数学题了，今天。今天的影片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让大家知道数学题这个东西多重要。如果你数学不好的话，你就会像他。然后像他，不会像我，我只是忘记我该出的题是什么。这样子我们还要不要再玩呢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。微微平时是婚礼主持啊，这样子你就来一段哦，就是每次婚礼主持最常讲到的话。可能观众有人要结婚，要找一个婚礼主持嘛，明年来后年的话可以联络他。请年龄结不了婚。啊，来 ，IG 有麦就可以。来，来一段，来最常讲到的祝福语还是什么之类，经典的。有一句啊，可是我觉得很老土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讲了，可是我觉得我再给你讲一下。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红包拿来，不是啦。一帆风顺，两全其美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玲珑，九星报喜，十全十美，百战百胜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我的话是比较是了解新人的爱情故事，然后会在现场去讲他们的爱情故事。哎，问你的工作平时又是做什么？做表演的。表演啊，这样子你要现场来表演一段什么啊？演狗。演狗。演狗。演狗啊，我觉得观众会喜欢看的。啊，这样子就讲多了，演狗。哎，等一下我搬桌子搬掉，你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演一下了啊。这样我们给他难一点的，我们给这只狗在沙发上面自由活动。来来来来，无论多好笑呢，我们都不会笑。3, 2, 1, action。不要找我，走开！这个是有点 monkey 咬嘞。你可以把这只狗。不过我觉得 OK 啦，作为一个表演者，人家叫你表演什么，你就一定要做了嘛。你平时的工作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全职在做表演的哦。那最近的一个作品就是新年的贺岁电影，叫《财神2020》。然后因为这部片之后就 MCO 嘛，所以我们的影视工作啊、舞台剧工作全部被迫停止，所以这一整年都没有工作。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新开的 YouTube 频道订阅他们，订阅他们。目前想不到，还有最重要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，下班。留你一个。